沙二繁华的城市。今天有个工作 ，Let's go。工作来一杯咖啡，提神，自带杯，自带杯收五块。Let's go。对啊，来认认真真来拍影片，不是随便拍拍。我刚才想你会不会忘记拿那个咖啡？会，很期待。我们今天要去拍全家福，要走七分钟，七分钟是一个分界线，超过七分钟我就不会走了。好，走吧。打抛猪的感觉，红红绿绿的。但它是什么？它是麻婆豆腐。你想吃吗？每次看到咖喱，就会想选咖喱。我这次终于忍住没有选咖喱。辣的。我们都是辣的。再配一个甜的。然后如果很久，耗在那边半小时，你就开始要开始臭脸啊！你说，所以到底要不要拍？啊，你不要拍，我要走了。好了，结束了一整天的拍摄，唉，真的是蛮累的。如果说拍照好玩，那绝对不是在指拍摄小朋友，拍摄小朋友真的是。太糟了，那么这么勤奋努力的工作，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多买两颗镜头来分享给大家。那么这几个月以来多买了两个镜头，一个就是360，那么已经有拍一些影片和大家分享，另一个就是 R6， 但因为 R6 我用的比较少，大部分都是用来工作用，所以一直都没有机会
没有时间来拍给大家分享。那么可能这两天吧，这两天就会试着找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US R6 这台相机。那么 vlog 就到这边，明天的 vlog 再见。